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做饭，就这种简单的饭我也不喜欢做。你看这煮完以后，锅边上全是那虾油。不过还好，还好这锅方便，就用这湿纸巾儿一擦，擦两遍就会很干净了。所以我出门啊，这湿巾是最费的，这样的湿巾基本上2天就得一包，好在它便宜，1块钱一包。你看，一擦就干净了，也不用水。那边那卫生间那水不能用，是中水，用它来擦个地呀什么还可以，做饭洗锅都不行。看，已经很干净了。干净吧？还有这锅盖儿啊。睡觉了，10点了。睡觉了啊！你看，不是我不给他擦，是他根本就不让我动他。那你看他的指甲，直接就伸出来了，我满手都是他挠的。换了一个驻车地，哎，那边就是海了，我后面就是海了，来，下来。带你去看海吧。我们去看海喽！去看海吧！这边还有一片小树林儿。风太大，而且特别冷。来，上车。车里暖和一会儿。忙了一早上，还没吃早饭呢，煮了一锅小馄饨。汤有点少，睡了个午觉，被热醒了，一觉醒来3点多，这会儿快4点了，我就一直在这坐着。车里好热呀，但是外面可冷了。一出太阳，车里边特别暖和，现在都25度，外面可能也就只有7、8度吧。那我不想下去，
你看外面风刮的，不想下去又太热，这两天犯懒了，什么也不想干，在车里待着就想睡觉。前面就是这个地方有人在唱歌，我准备带 Lucky 去看看，声音还蛮大的，唱了一中午了。我就是被他给唱醒的，一边是热醒的，一边是被唱醒的。别跑了，过来，绳子拴上。走，咱们去看谁在那唱歌呢？唱了一中午。啊，谁唱歌呢？快来！又疯了。就是那两个人在唱歌，唱的真不怎么好听，声音还特别大。